今天首位登场的是一名汽车美容店老板，他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长春市一名汽车美容工作室经营者，我叫苏宇。我人生有两大爱好，第一个就是这个安钻这个职业，第二就是汽车。不管什么样的汽车我都喜欢，这两大爱好可以说是我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说这次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想做到一个人生想要的那个高度，希望我接下来表演会成功吧，希望自己越来越好，加油。我家有好地儿，三百赏是金子，银子又成撑着大嫂跟我成婚配。怎么样啊？不管你朝天每日每时每刻有吃有喝有穿有戴，把你来疼我的大嫂啊！孙大少爷，你有妻有夫才子，真能下虎棚，立刻是了个金金坠。家里我跪倒在地儿，眼睛冒金星儿。来吧，做一下自我介绍。各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长春市，我叫苏宇。唱你挺专业呀。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现在自己经营了一个汽车美容工作室。那怎么又突然想起唱二人转来了？你不已经在汽车美容了吗？二人转这个行业还有汽车这个行业是我人生中两大爱好，必不可少。二段唱几年了？之前一直在剧团里，得有十多年的时光吧。你在剧团发展怎么样？发展还算是可以吧。前几年参加了一次，二人转的汇演，得了一个个人表演二等奖。哇，这不错，不错呀。那你都得奖了，你应该把这个二人转要应该是从一而终，为什么还要改行去做汽车美容呢？因为这个吧，这个两大爱好都是我必不可少的。第一大爱好干了十多年了，也想尝试一下第二个爱好。你在那汽车美容店里都经营什么呀？就是有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汽车隐形车衣了，包括玻璃膜了，包括车身改色了，包括灯光升级，还有车身的汽车美容一系列的所有项目，几乎都差不多少都有。我就想问一下，那这些活都你干的吗？对。因为之前我都有专门去学过，然后我这个人有一个小天赋吧，也算是过目不忘的本领，就比如说这个我家有一个项目叫灯光升级，这个项目里边所有零部件安装是一块，再一个就是所有涉及到一些汽车电路问题，这个汽车电路问题知识面很广，我一天都没有学过。正常来讲要是师傅手把手的教，正常最低得10天半个月才能学成。我只是看了一周左右吧，我就开会了。言外之意就是他特别聪明，特别聪明，而且我觉得他确实是很有追求的一个人。看起来他在汽车美容方面，你这钱挣得也挺翘啊。你为什么今天能够站到这个舞台呢？你是想回归二人转吗？有这个想法，因为这个汽车美容行业也算是慢慢的逐渐走向了正轨，也是慢慢可以脱离开我了。毕竟二人转跟随我这么多年了，我也不想把它舍弃掉，我也舍不得。那你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想实现什么梦想吗？让那个各位评委老师以及台下的观众给我点评一下，让我能更好的提升一些，更大的进步一些，更快的提高一些。他给专业团待过是吧，在这基础上我会让他更好啊。我这人不说瞎话，我可以让你肯定会有个飞的那个感觉。我要飞得更高，让你别给带跑偏了。谁碰的？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是刚才把你碰上了。哎呦，
为什么给关上了呢？关了。弃权了。我重开啊！我重开，我弃权了。完了这事。不好意思，我这手有点欠了。这手碍着了。我再给你开。不是怎么的，还带着那个，还在蠢什么干啥？不是这事你就弃权了啊？咱们跟导演说，这事你忘弃权了，对，弃权了。没有没有，我这刚才我不小心，我这是跟他我俩就因为打，不是因为这激烈抢你的时候，一不小心碰到我开关了，我以为把我拒之门外了呢，这是。你看看，不是一不小心，还在那里细想啊。你说我们都坐着说话，我们怎么就是呢？对吧？我们也激动，我们怎么没拍呢？所以说实话，他对你有点想法的，所以说我感觉你不能进他这个团队，你应该进我们的团队。最起码我们这三位老师没给你关门是吧？没有想法，没想法。这是尊重你。第二呢，是喜欢你。第三呢是爱护你，第四还是喜欢你。该说不说，你的颜值确实很高，但是我希望你来到我旺旺战队。咱不光要唱二人转，而且咱们还要做汽车美容。我告诉你，你上我团队，我会给你做代言。哎呀，你说一个男人，你找女人代言好吗？好啊，汽车美容代言吗？啊，那你找两个人代言不更好吗？不是四个人代言不更好吗？你他已经弃权了，没话说。对他都弃权了，他还搁那还说呢。我不是弃权，是你们在气我的吗？特别喜欢你在舞台上的气质和形象，男生像你这种高个和气质的真是不多，声音也很好，而且唱得特别的标准。我就觉得在这个舞台上，我似乎找到了一个搭档。真的，因为我觉得不是这话，应该让佟老师听着。听不是，我不怕得罪佟老师。佟老师因为有总导搭档嘛，他快找着了。我一寻，我也赶紧先找一个，先预备着呀。你不能就是我教一个我气一个，我认为那不应该那样。那我没有，佟老师先找的，我后找的。啊，希望你来到我的团队，我一定会让你在二人转这个道路上能走得更高更远，因为可以教你唱腔、表演，包括你的扮演人物，包括你的一招一式，在我的团队，一切都能重来。所以说希望你来到我的战队。你苏雨啊，跟你说知道怎么选择啊，有共同之处那很好啊。来吧，做出你最后的选择。来，做出选择。请选择。眼睛擦亮点儿。借你一双慧眼吧。好好擦亮双眼看一看。我的选择是，面对四位名师的邀请，重回二人转舞台的苏雨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尊重洪老师。耶！好。哎呀。纯爷们儿。纯爷们儿啊，就是那样长得挺像的。我肯定会让你有个质的飞跃。好，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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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恭喜苏雨成功加入孙中红战队，愿你在二人转的舞台上再创佳绩，成就更好的自己。又一个好演员，二人转明星诞生了。即将登场的是一名13岁的小学生，初登舞台的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大家好，我叫张俊博，今年13岁了，我是一名学生，这是我的爸爸。大家好，我是孩子的父亲，我叫做张庆勇。受我爸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二人转，在我5岁的时候，我就会唱二人转了。然后因为我知道有这个舞台呀，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想来这个舞台。现在呢，也是非常的支持我儿子，让我儿子好好学习，跟各位评委老师呢，能学到更多丰富的知识。在这个二人转这行业呢，能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儿子第一次登台，我比他还紧张呢，今天。
嗓子好啊，我一看。哎呀，妈呀，亮啊亮啊！砍柴的樵夫背山林呐、啊，见几个农民耕田野，见几个可烤的橘子都喝冰呐、啊。八姐一见明白了，与樵精夺四大仙人，记下了八姐九妹关春姐，代表当朝送。哇，大司的门全开了。小孩儿啊！哎呀，不错呀，小弟。别使劲，好，不错了。哎呀，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张俊博，今年13岁了，来自黑龙江绥化，我是一名学生。哎呀，我的天，好亲哎！你学过戏吗，孩儿？跟我师奶学过两个多月。我的妈呀，就学两个多月就唱得这么好啊。那你师奶是谁呀、啊、我爸的师父，我师奶叫张连荣。不是，你爸是谁呀、啊、我爸是张信勇。他爸在那个绥化的一带还真的很有名气的，唱得很不错的。是吧？嗯，你爸同意你学二人转吗？哎，以前是真不同意，我说我想学我反对、啊、我就想问一下，是谁把你送到你师奶那去学习的呀？还是我爸。那这什么情况？我这没明白呢。现在为什么他又送你那个去学二专？这不也是同意了吗？就我就整矛盾了，这不还同意吗？因为我老在他面前说呀，我说我想学二专，我想学二专。而我不跟他磨叽，我跟我奶奶磨叽。我爸架不住我天天磨叽他了。看看，还是他奶奶有力度。那当然了。所以他爸就妥协了，他学去吧，你是这态度不？对。那你觉得你爸和你跟你比，你俩谁唱得好？那肯定是我呀。那还挺自信的。那有点、咱们应该低调点啊、哦，低调点，低调。不是，实力不允许我低调啊。哎呦，天赋是有，对对对，学的时间比较短。说话，你说唱完之后挺喜庆的，这么丑。哎，他开脸儿主要是、啊、是不是？是吧？开脸的，就是在脱腔的时候，因为太小嘛，脱腔的时候再沉稳一点儿。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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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拖住就好了，就会更好。可嗓子怪现在是啊，嗓子非常怪。你想学二人转，为什么要通过你奶奶去跟你爸说？你自己怎么不是说呢？
啊，因为从小吧，我爸就不在我身边，然后我也没有，我有没有电话方式跟他说呀，就没法跟他说，我也不敢说。就是你为什么不敢跟他说呀？是，我生出来的时候，他就在外边演出了。就是，可能没有陪伴过你是吧？你跟你的爸生疏吗？就是亲不亲呢、啊？不是很亲。那这我得批评你爸了，你的父亲对你的关心可能是真的不够，是吧？其实十三四岁的孩子们都是在处在青春叛逆期，所以这一共振最需要的是父母呵护、关注、鼓励和鞭策。我希望你的父亲他能够做到，知道吧？他会加倍的弥补，好不好？你的父亲在第二现场，我跟你父亲说几句话。我们也经常在外面演出，就是包括我儿子，就现在我们演出的时候，这同龄人我们陪伴的他的时间会很少，但是你要抽出时间来多陪伴他们自己的孩子。同时我希望咱们儿子跟父亲好好沟通，加油。你爸对于你来讲他重不重要？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比方说就是我受欺负了、他能立刻马上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宝贝儿哭的，其实我觉得父爱吧，有的时候和女妈妈不一样，父爱它是都藏在心里的。对对，父亲是。但是我赶紧，他把他爸爸的感情当作山了，他的依靠。如果说是不陪他，他就感觉内心空落落的。是这样，是这样，是不是？这感觉。你爸爸不陪你，你就感觉空落落的。所以说，儿女需要父母的陪伴吗？但是呢，我希望你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父子之间要勤沟通、常沟通，你爸也会对你日后的关怀会倍增，知道吗？所以你能不能大声地说一句、喊一句“爸爸，我需要你”？你能喊出来吗？来吧，爸爸，我需要你。说你理解你的父亲，你要和你的父亲成为朋友，这就好了。放开心态，阳光的成长，不要去责备你的父亲啊！我一定会支持你，在你的艺术水平上让你更上一层楼。将来你可能用你的艺术这种最高的艺术去回报你的父亲、母亲和你的教过你的师奶和你的观众，好不好？好，我希望你来到我的团队啊，因为我看咱俩年龄，我比你稍大点儿。你说嫩呢？你这是我年龄稍大一些，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咱往台一站，咱有台缘，咱招人稀罕，所以说我特别喜欢你，我希望你来到我的团队啊。你个小崽儿，我希望你能来到我的团队啊。最重要的一点是，咱俩能唱一副架。嘿，你多大都是一副架啊！你是连这大人小孩你都不放过。不是，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俩往那一站，你看他像是这样吗？那你说你长绍兴不就是呗？不是我，我只是说他长得大，孩子长得大，完全可以上台演出。无形当中，还长得哎，我不光能跟你唱一副架，我还能跟你爸唱一副架。哎呦我去！你把人家族全揽过来了。孩儿，我跟你说，我不听他，就我感觉，我就我的四平调大鼓，我敢说我唱的很有味道，尤其是曲子戏这块。我唱的真的挺有味道的。哎呀，人家唱的两个戏，别说那话。我绝对会在他这个原有的基础上，我让他提高，你信不信？我敢保证。来，做出你的选择，你的心仪的导师。我要选的是张俊博的唱功，得到了四位名师的一致肯定。面对名师激烈的争夺，小俊博将作何抉择？我要选的是。宝贝儿，啊！宝贝儿，我爹死你了！哎呀，天哪！哎呀，我喜欢死你了！我还是我承诺你一句啊，你把二人转学的差不多，老师一定会带着你唱戏。
定会。好，这是我对你的承诺，也希望几位老师给我们俩纠正。好，加油加油，孩子，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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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学二人转啊，好好学习。哎呀，太好了！恭喜张俊博成功加入赵小波战队，愿你在二人转艺术的滋养下茁壮成长，逐梦前行。接下来登场的是一对夫妻组合，他们在舞台上会有怎样的表现？大家好，我叫蒋雪，来自吉林德惠，这是我的老公。Hello， 你们好，我叫张彦生，我们两口子是一名二人转演员。我们一般演出的时候会以综艺为主，然后呢，正戏唱的会比较少一点。今天我们俩来到这个舞台呢，是因为我们俩呢想再回到二人转正戏的舞台上，因为正戏才是二人转的根本。唱二人转正戏是我俩的初心。数年，今日我放假回家远一路，美景无心看，眼前来到蓝河湾，手摇小扇把桥下，见一位女子站在了井台前，那只见她呀，上穿蓝下穿绿，绿大罗鞋登山山，山斗头上的青丝发发间，横别杜金山，三下香衬元宝耳，耳边云环锁又悬，悬胆鼻子芙蓉面，面向柳眉月牙弯，弯眉杏眼樱桃口，口内就把那银牙含，含情不露多娇女，玉容魁元似天仙呐。她好像兰家女，越看越像兰蕊莲，有心上前说句话，又怕人家不理咱，低头一记呦呦呦假借桃水把话谈，走上近前身施礼，不尊贤嫂听我言，学生放假从此过，走得心热苦发干，山高路远茶不变，来到井台讨清泉，贤嫂舍我清泉水，多个银子多给钱呐、啊。气儿还不用，瑞莲我这里忙回话是靠孙公子要听言，不叫婆母管得紧，请到家中把茶餐，井台喝口清泉水，还要要的什么银子，要的什么钱呐、啊？不要钱，喝吧。魁元我收起柏林扇猫腰，就把那水桶搬头一口，头一口喝的，喝的甜如蜜呀。二一口喝的，喝的比蜜甜呐。不和他抢一水，我孤单孤单找个欢呐、啊。瑞莲，我这里留神看是大量，这位行路难呐、啊。女演员嗓子不错。一顶那金巾。心里把我看，围着少年打转转啦、啊。左看
娃啊，又看更像魏家男呐、啊。我仗着胆子把他问，你可是我就想看看何等地位可远呐？莫非你是兰家女？奴家正是兰瑞莲呐、啊。你不说我还不敢认呐、啊。老师好，我叫蒋雪，我叫张燕生，我们来自吉林德惠，今年26岁，对，我也26岁，我们是一名青年二人转演员。谢谢大家。现在在哪唱戏呢？现在是个剧场唱，二人转就是唱的比较少，在剧场就是一般都是绝活多一点，可能是对正戏唱的比较少，对综艺绝活多一点。你都会些什么绝活啊？比如说那个，比如说什么手绢了绝活啊，手绢。二人转就不算绝活。他能耍出什么样的？我估计他这成比上。那可能就是玩出花样来了。啊，对对对对。哎、啊，能展示一下吗？可以，等会儿我取一下 啊。来，工作人员上手绢。我这个手绢跟他们一般的不一样。因为我这个可能是大一些，你这是背还褥子呀？一米呢？我这个应该是1.8米的手绢，1.8米。哇、哦！光说不练假把式，来点真的，来吧，行。不，他也会把我盖上。我觉得郭旺老师转的挺好看啊。对，我也是。别，您别，你到时候你们看我笑话，我才不跟他那。不是掌声不激烈咋的？不是，这是啊，也可以可以，我挑不起来，试试呗。赵小波真坏。这是小波老师的梦想。赵小波老师这样没朋友。来掌声鼓励。我就想看郭老师转，就照黑人，你这没有。你瞅瞅，旺哥能看见不？不是，这上面还有这么大一块呢。哎呀，可以当被盖了，当被盖啥呢？这是挺好一个小毯子，你照这样，你瞅瞅。我不好意思，我上这台阶的哈，要他趟地。预备起，开始。来，好，谢谢。太高了，我得蹦起来吧，别掉下来啊，别掉台阶啊。注意。哎呀！我太高了，这小的行，大了我是。来吧，给郭老师掌声鼓励。蹦都蹦不起来是不？掌声鼓励，掌声鼓励，给郭老师鼓励鼓励。我发现呢，在这里就是那个最能挑事的是严老师。没有，我只是解笑。哎，你说这个二人转，这个大手绢是你的绝活。对呀、啊，你这手绢大家伙都会，这个二人转。其实吧，这个手绢只是一点点小皮毛，只是一个啊。嗯，我还都可以转别的东西，就是四方的什么，假如说桌子了之类的那种东西。锅盖了啥的。桌子。对，你要桌子。但是我能转，就咱们现场也没有啊，所以不转了就是。来，这块有桌子，来，这块有桌子，来把桌子给拿上。这道具谁搬一个来，搬个桌子。啊，真有啊！哎，我们还有啊，我们老师这有，不是我就那么一说、啊。你说就得做呀，说就做呀。那个郭旺老师像不像桌子？郭旺老师能不能转起来？谢谢。看这玩意怎么转的，这玩意儿得。就是、啊、这能行吗？对啊，我试试啊，试试啊。这有点危险呢，注意点安全。对，那个哎对，女演员往后点，因为他这我发现他这没准啊。对。哎！啊！哎呀呀！啊！哎呀呀！
这个你还能赚啥？可以这么说吧，只要是这个东西我能拿起来的，我能拿到，一般我都能赚。你真说什么都能赚？对呀、啊。我跟你说啊，我今天早晨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啊，我看一物件比较适合你，我不是给你出难题啊。啥呀？饭锅呀？转盆来，导演呢？到食堂借个盆去，上。No。哎呦我的妈呀，真有啊，这不是早餐的那个装修妈气内把郭曼老师装里头吧把郭曼老师装里头转吧，不也坐里头吗？你说真那个小郭老师怎么干啥呢？其实我本来我就哎呀我头球都整乱了，给我气死。所以老师，我是我就开玩笑说的，你当真事听了怎么？那不行，我当真事了。还是那句话，咱们试试哈。 对试一下来。这玩意儿你不行，经常不好赚。好，这绝对是绝活。再来一次。手指头啊，啊，每个手指头都可以。对，哎呀妈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啊，他这个手指半手指断的，是吧？不光这手指头。哎呀，我的妈亲嘞，真厉害，真了不起。你咋想学转盆了呢？你明白吧？这个是绝活，应该是个剧场吧，挺受那个观众欢迎。所以这个活演过，可能气氛能好一点，说这个东西那个挺好，我就学这个东西，这也挺好。你感觉哪个比较不好练、不好赚？其实都不咋好练，它最难的就是这个盆，因为这个盆嘛，当时都看着了，是往上扔，我还得接啊，所以不好练。但这个手指头还得有力量，要不然这个要戳折了。对，一指禅、二指禅都练出来了。演一场转一次，就是他磨到一层皮。磨到就是啥时候能看到很清晰的看到这疙瘩已经能露到骨头。哎呦我天啊，很清晰的看着。多疼啊。这比方说怎么去处理一下，处理一下。就每次他演出下来的时候啊，像你们说粘个邦迪啥的，因为我们这个绝活就是因为他挺叫响的嘛，这个绝活会在最后尾演，最后尾演的时候他这手心会出一些汗，粘邦迪啥就粘不住，粘不住，然后他有时候那个血就是会粘到那个盆上边，会粘到那个盆，因为他这样就会磨这块嘛，我会粘到那个盆上边。然后每次下来的时候呢，我都会准备点那个消毒水，哎、或者然后那个纱布啊，然后把它缠上，完、缠上，然后停一会儿，等到第二天或者是下午的时候，等到要演出的时候了，再把它一点一点的再把它接下来。哎呦天、啊！因为现在就是清晰可以看见，就这个两个手指头，就是一个骨节大，一个骨节小。就是就得那个就像那个骨质增生啊还是什么，对，一个手姐大，一个手姐比较小，这就是咱们二人转，这就是咱们二人转人，对，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啊。因为他俩是很好的一副架，对，非常好，夫妻档。所以说你要想在咱们专业上啊更加的迈大步往体着手提高，就到我团队来啊。我的团队你知道是什么吗？我的团队是吉林省民间艺术团。无论从你的唱腔，从你的表演，从你的身段，咱们共同的去努力啊，把咱二人转唱好啊。还是那句话，借你一双慧眼吧。来吧，我这期待着啊。我觉得你们是需要一个很正规的人来帮你们啊，提高你们的专业的水准，所以你来到我的颜值战队。他是在民间艺术团那么多人呢，不是一对一的，你来到我的团队我可以一对一的教你。杨老师没时间，他天南地北懂不懂、我呢可以一对一的教你们，不是一对一的不能去。你需要哪老师培养你都多行。二人转最大的优势是什么知道吗？就是他吸纳功，可以吸收吸取各种文艺艺术类别的好的元素，然后之后反哺给二人转，让二人转更加发扬光大。所以说你到我团队来，因为你到我团队来，我有这方面的资源，我们可以共同合作，可以共同发展。谢谢老师。
我希望你来到我的团队啊，是说二人转这个水平吧，有带你们俩提高。咱说实话，但是你这些绝活我真的很打动我，包括后来这个盆，如果你啥时候练到你盆里做光让老师，完了。我就感觉你比这个还能成功，这也是小郭的愿望啊！对，我这真的，我早晚才能给我转过来，转过来，这个你当时给我转迷糊了。来吧，你们俩选择，我们四个，你们俩也可以分着选。借你一双慧眼吧。分开选也行。对啊，可以分开选。夫妻档为什么分给你？面对四位名师的真情邀请，夫妻组合张燕生、蒋雪会加入哪位名师门下？我选择国华老师。我非常那个荣幸，也感谢你们二位睁开慧眼选到我的，放心，我们在一起共同发展啊，绝对没有问题。行，有信心没？有，加油吧！加油！加油！加油！欧了！恭喜张燕生、蒋雪成功加入郭旺战队，愿你们能结合过往舞台经验，进一步锤炼二人转艺术，初心不改，携手前行。下周六周日晚18:00，《名师高徒》第二季，不见不散。